感情了。所以说我认为这个应该由我自己来设计，所以我当时设计的时候呢，设计只有这个，当时房间只有两间嘛，我打算一个是南方的，一个是北方馆，因为这胡琴我们东西南北中全国各地的都有，因为只有这两个地方，所以我把它放成两个地方，就是南方和北方。那么南方呢，我认为就是我们二胡演奏家宋飞老啊，不是，就是闵惠芬老师那个《长城随想曲》，我认为这个是最棒的。那么刚好呢，我有几把龙头胡琴，我用九把龙头胡琴作为一个平面设计，就是龙头胡琴，就是我们北京有九龙壁嘛，中国有龙的这种象征。那么后面呢，就是说长城呢，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龙的象征，所以《长城随想曲》，哇，这个我构思，我感觉我非常的满意。那么北方厅呢，我想了想，就我在想，突然我听到了一个大曲子，我非常非常的喜欢，是宋飞老师的《樱花·清明上河图》。我听到这个音乐，我就感觉脑海里的《清明上河图》的那个画面呢呈现出来了，我认为太棒了。而且它里面有八把不同的胡琴去演奏，各种风格。哎，我想起来，我有各种各样的胡琴，有坠胡啊，有高胡啊，有二胡啊，有中胡啊，我就通过这个把它摆出来。而且我平时呢，也就是很少买，就是说我刚好这次呢买了一个79块钱的宋飞老师的原版的那个尺，那个光盘啊，我就把这个画面呢抠了一张出来，啊，这个里面的内容呢，我把里面把它下载过来，我就《樱花·清明上河图》用这个八把这个类型的这个八把胡琴来演奏，所以这个框是我是这么设计的，因为这边是南方，这边是北方，所以说这样我感觉我很欣慰，而且我的这个整个馆的琴呢都是高低的，因为像长城的烽火台啊。差一高低，像龙啊，龙的肩膀也是这样的，等于整个是两条龙这种感觉，南方龙或者北方龙，整个就是龙有关系的，因为这胡琴里面有很多是龙首的胡琴，所以我当时是这么构思的。不管了，应该说演奏这些老琴，就仿佛是跟有着历史、有着故事的老人在对话一样。我们演奏新琴的时候会追求这个新琴的声音的这个音质啊、音量啊，它的上下把位的统一。那么那个新琴在我们演奏者的手里就像一张白纸一样，它跟你慢慢的亲和，慢慢的会像一样的，会讲出你的心里话来。那么跟老琴在打交道的时候，就好像是在跟着一位年长的老人在交流一样，甚至是一种穿越到他的这个时空里面去关照。那么特别是演奏传统的作品的时候呢，就觉得这个老琴发出来的声音特别有那种历史感。当然在演奏上操控上还是要有一些技巧，有一些能耐才能 hold 得住的，但是一定是能够感觉到这个老琴里面的那种声音的那种沧桑内涵和厚重感是新琴没有的。所以我也特别来了很多次，每一次都跟这些琴好像像朋友一样去交流，而且这种交流的过程当中呢，可以把演奏出来的音乐赋予一种新的这种感受，好像原来自己在拉自己的琴的时候就是我的世界我的生命，可是跟这些老琴在一起演奏的时候，不仅是我的世界我的生命，似乎这个生命这个世界变得无穷的大无限大。我就想记着这把琴，我就做了好多好多年，古董市场兜了一圈我也没看到什么东西，结果我突然要出来的时候，眼睛一扫，角落里面有一把这样的琴，我非常非常激动，但是我这种喜悦的不表露出来，表露出来被人抢家了。我假装走过去，边上有把琵琶，我先看琵琶，琵琶看了以后啊，这琵琶我也不喜欢，哎，这把老琴老坠胡，那么破那么旧，我说铜琴锈了那么多，没啥意思。他说这把琴他们已经放了10年了，没人来看过。我说我晚上的飞机要走。如果喜欢的话，可以把它带走。就这么一说，我们怎么交流？我说这个价多少？他当时跟我说5000块钱。我说5000块钱，这把琴新的，1000块都不要，5000块我是不会要。
最后把它降得很低很低，我都自己不敢相信。拿到这把琴，我激动得不得了，马上坐滴滴答滴坐到宾馆里面，把这把琴床上一放，所有的都惊呆了。这就是我要的山东老醉舞，它的炮台你看见铜的，已经锈到这种程度了。这个奏方琴，也就是这把琴可以这么断定，就是我们山东老醉舞当时就在30年代的时候形成的。就是那个老艺人啊，就是拉走书啊，就是拉这个要唱边唱边拉，好像个木头做的声音啊，穿不出来。用这个大就是大炮的战争用的大炮炮筒，这是真正的炮。后来都是用铜做的，这就车筒车筒，把真正的炮筒这样做上去的。也就是说，可以这么说，这把老琴就是真正就是当时创作的时候，就是那个老山东就是当时创作这个老醉舞的时候真正的炮筒。你看这个年份就看得出来，这是没办法作假的。所以说这把琴拿到我心里，我180拿不清，否则有一把新的我心里总不舒服。你说这冥冥之中就是我的，所以好多这样的琴就是我做梦得到的，老天爷给我准备的。人家想不想的，他们在那里好多年了都没有去收藏到，你可以试试这个音色吧。这个皮子还好，有个裂缝，我知道，但是我感觉换了没有味道了。拉没关系，拉破了再换。我不敢拉。哎，拉破了再换，怕什么？这个工换的，这个工不足。没事没事。哎，这首曲子是叫什么？叫刘波曲。哦，刘波曲。就是，在阿炳之后的。什么名字是吧？什么名字？50年代以后的一位盲艺人，也是流浪的艺人。